要去无计算条来在边缘无敌的幼儿时期，上高境界一来标准难度，大上金无无敌的叫来时代，滚啊！毕竟上高多年标记，风风生秀，到底要风火力。要去秒速的，这是咱东国一脉，领了十八路甲，上高这个所在，要作为外宝啊！良心大义，奉他为最贫富呀！叫我哩是了解，用计算术是阮不来，是有规矩的计，要以我故小弟。祝你走啦！多谢你啊！安娜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当初你是我抢他牌子，用我故小弟的计。当然要作为外宝，如今国库合计作为外宝，有何不可？确实是国库。国库的生产是为了内，国库的生产是做给国库，这个要我们要有钱的，要把工商小姐只要到咱们家，对我们的将来留问。哎呀！二十块就好了。